根據資料，有一個練瑜伽嘅印度人有咁嘅本領。咦？咁即係點啊？首先你要練習舉啞鈴。切，啞鈴我日日都舉啦。唔係你舉，係你細佬舉。舉啞鈴啊！哎呀！电脑啊，弯又弯啦，不过弯咗，唔系转弯啦。咁你一定要改用坚强嘅意志力逼自己转弯啦。意志力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。再嚟，上上下下。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上上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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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转弯我成功了，得咗。